咋？这花哪来的？别人送的。谁啊？喜欢我的人呢？不要乱收别人的东西。 等会做什么？不知道啊，说是房间吧。去买东西吧。啊？去买那个美国人做的打字机，你不是很喜欢吗？哎呀，太贵了，算了吧，以后再说。买吧，我有钱。我们都半个月没有开张了，你哪来的钱？我上次给你介绍的朋友，你排了人家10分钟不到，就把人家气走了。 反正我有钱，我今天接到个工作，拍完就有了。呀，大客户啊，谁呀？我看看我认不认识，你要是再得罪人家的话，我也能帮你说说情啊。不用，我拍照技术很好，只要是正经来拍照的都很喜欢。现在啊，正经人可不多喽。 哎，哎，老板，哎哎，等一下啊，大哥，发哥，保护费该交了，哎，今天生意不好，一个饼没卖，啊，生意不好，哎，一个饼没卖，没卖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饼，这么硬，哎，卖给谁吃啊？是不是？一点都不香，哎呦，发哥，太差了，你这个简直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呀，咋着？好说好说，我跟你说。 你再不识相，小心我让你干不下去。发哥，啊，懂了吗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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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就对了。哇！哎呀，杨姐，早上好。吃点东西。这是我输。 我清楚，别，放哥，拿点东西，放哥，拿点，放哥，来，放哥，放哥，放哥，买点吃的，哎，哎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，放哥，我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啊，放哥，我来，是这个样子的吧？哎，这样吧，放哥，真香啊，谢谢放哥，哎，我来，我来。 戴翠。 杀人犯都那么心软的话，开枪的时候不会影响发挥吗？
严小姐，我觉得我们俩特别的有缘，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遇到。你今天来这边干嘛？看风景吗？我觉得你也没这个雅兴，是不是接到新工作了？哎，我特别想知道，你每天做好事还是做坏事，是根据自己的心情吗？或者是，哎呀，根据当天的星座运势。啊，枕头还是不行，和你差太远了。那天那个小偷是你抓的吧？身手太敏捷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你是男是女，就把他击倒了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警察都很闲吗？没事啊，就是跟你聊聊天，聊聊天气，聊聊时政，聊聊严小姐现在的心情，或者聊一聊我手中没办完的案子。你的案子？杀死张婉还有真善的凶手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呢。那你快去抓凶手啊。我会的。是吗？我拭目以待。你知道你这个人很讨厌吗？是吗？没人这样说过。我劝你少说话，这样安全一点。我少说话？我和谁少说话呢？严小姐你吧。但是我不这样认为，我觉得我们俩聊得特别投入，而且到现在我依然是身体健康。那你应该感谢你这张脸。我的脸？你是在夸我英俊吗？从来没有人这样夸过我，我谢谢你啊。严小姐，严，哎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将你绳之以法的。贝贝回来啦。你想我没有今天啊？呀，这么多！客户满意，给了小费。哎呀，我包包。小费有这么多？今天有人来吗？上午来了个问路的小姑娘，再就没人来了，棺材铺都没这冷清。没事，正好明天关门，咱们去商场买打字机。哎，你真会做生意啊，赚了钱就花。哎，什么时候放的花呀？不能再打个折扣了吗？抱歉小姐，现在这款我们是最低价了，洋货本来就很贵的，要不你再看看别的吧。我就想要这个。那就这个。给。好的。好贵啊。你看什么呢？没事。两位小姐，东西很重的，要不你们把地址写一下，我们派人帮你们送过去。好，谢谢小姐。走吧。哎呀，你怎么吃鞋啊？嗯，你还生气是不是？啊，好吧。宝宝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小帽子歪了，给我抱吧，你帮我们拍照。好。
来来来，哎呦，呀，你看小兔子，看宝宝，看看，看看小兔子，小兔子，来拍照照，不好。这东西哪来的？啊，前两天王社长拿了好多东西过来，应该是他拿的，给我们小宝宝的呀。来，拿着拍照照。干嘛呢？拍照啊。好。一。二，三。